山的时候呢，也要注意路况。在台中有两个大学生，他们相约爬大坑山，不过呢，途中迷路了，慌张的乱走，到处乱闯，差点走到新社去。而当时天都黑了，警方找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迷路了3个多小时，幸好两个人都没有受伤。他们说呢，在下山的时候，原本要走原路回去，不过在交叉路口走错了。警方就提醒，爬山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，如果发现不对劲，可能会迷路，一定要待在原地报警求助。我要下去帮你看。不用不用，好。